全民继续换证，迈步与时并进。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，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，就要喺今年7月23日或之前换证。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，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。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，记得预约啊！